我叫出来，紧走紧走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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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今天。老给你哦，亚公你家有监视器有没？有啦，会拍花有时阵，我都会调看视频的画面，但是吼，我看到这啦。所以你嘛是认为讲一场火无这么单纯？是啦。所以我就赶紧找这个卫兵来警察局，我拢约卖武器用队长看。我想讲，先来听看这囡仔安怎解释，再来决定要安怎做。老金，多谢你。若是确定这真正是一场意外，那安尼所有赔偿的责任啊，阮学校拢会担起来，家里免烦恼。多谢。这绝对是意外啦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我认为不是呢。我感觉，拄起来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你，还有许世伟两个人以多欺少，也欺负朱新天。我哪有？白少侠，你还看好清楚呢？朱新天伊嘛有讲 QQ 啦啦啦，而且你袂当用这个监视器画面，无声音，你就家己讲家己丢呢。我敢有家己讲，恁头家恁嘛感觉这个画面怪怪的，恁都是看到火烧起来了，就外头做恁走，完全拢无顾朱晴天的死活。假使讲恁若是靠势，这个监视器的画面无声音嘛，都点点硬拗，那恁阮只好交予杨队长，好专业的人啊来处理啦。死搞啊，这公共危险罪，还佮有蓄意杀人两条罪加加起来，是要破案单，我才来替恁查一下。校长，你安尼讲对阮就无公平呢。啊，不是每一个人拄到火灾拢会当这么冷静啊？我嘛是会惊，嘛想要逃命啊。谁知影迄个门会甲伊关起来啊？对啊，而且阮嘛是有拍算后尾求救啊。啊，阮总袂当哦为着迄啥物同学情谊啊，就踮伫遐陪朱婷姐遐浓烟吸到饱啊。求救？你敢真敢讲诶？我明明就有听着，你哪敢哪讲？门一关起来，朱婷姐会家己走出来。我哪有安尼讲啊？喔，你真正说谎不打草稿，我嘛有听到好无？阮就是听到你安尼讲，才会知影晴天有危险，才走去弄门救人。校长，老哥你话，你讲的无唔对啦，囡仔无讲哦，唔惊人啦，徛伫教育界的立场来看。确实是应该或者做唔到代志，囡仔淡薄仔假死，安尼，因才有法度了解什么是认错，还佫负责任。所以我支持你提出告诉。所以啊，咱就把这个影片交队长，互伊去处理吼。我着真正唔是阮做的啊！对啊，着真正唔是阮做，是安怎硬逼阮承认啊？啊，佮你硬啊！敢讲真正出人命，恁两个再惊死唔？无唔对啦，自头到尾哦，全部拢是借口。我看这个头家娘啊，伊好心啊，用唔着所在啦，伊拢答袂着恁一句啊，诚心是灭会失的呢。头家娘，我看这个影片啊，我就直接交杨队长吼。好。